16岁嗰阵时，同自己讲咗一样嘢，就系俾3年时间自己。咁如果做唔到，咁就老老实实做翻个平凡人，唔好发明星梦。因为其实我真系经济唔系好好啦，屋企我知道妈咪好辛苦，所以我就一路翻2份工，即系朝早翻完工之后就去跳舞啦，跟住之后夜晚再翻第1份工咁样，觉得好难挨。但系冇谂过自己会真系会入到女团，就觉得。真系唔好放弃梦想啊！因为真系会成真噶，所以我系觉得好感动。